5:51啊，我们环球邮报的539的会员们、读者们，大家晚安哦，大家好。那么社长呢，现在协天宫啊，大龙街协天宫，跟我们关圣帝君这边参拜祈福啊，也跟我们周仓将军、关平太子是关圣帝君的儿子，关平太子也跟他们那个众神们、大将们参拜祈福了。各位，我们今天呢预计晚上8点以后再公开。公开什么呢？公开今天精彩539 A 组牌全车二中一。我们现在不报只报两组牌 ,AB 两组 ,A 组牌全车二中一啊，各位。尽量简单，第二组牌是8字牌彩数的，那就没办法啊公布。我们晚上公布时间是8点，公布时间8点。啊，公布时间是8点。在这边祈求我们协天宫关圣帝君能够降牌，全车二中一0733。我们感恩感谢协天宫的关圣帝君，感谢周仓将军、关平太子。希望今天晚上台湾539全车二中一0733能够降牌成功啊！感恩感谢了。